Hello， 我是 Alex 鄭子力，是感恩複雜生命有限公司的拓展部經理，而我亦都是一名生命規劃師。最近大家都知道股票市場的波幅都幾驚人，例如快手0124由高位400多元跌到去最低60多元，所以大家買大價股都不一定穩陣，要穩中求勝，分散投資很重要。咁究竟有咩投資係可以穩中求勝嘅呢？而且仲唔使日日擔驚受怕，會唔會有啲只升不跌嘅項目㗎？而我哋嘅另類投資計劃就可以提供一個穩健嘅回報，為你整體投資降低風險。如果想知道，就快啲撳上面條 link 揾我 link。我们的专业团队会为你做一个免费的专业分析。